我这辈子最希望的，你能够幸福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就够了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。我就是他男朋友。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你个大骗子！我说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两颗心都迷惑，怎么说都没有救。你就是故意的对吗，赵世美？为什么？也许你也不懂，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。给我一个理由，除了对不起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这就是幸福。哎，淑蓉啊，你这衣服是给谁做的呀？要是给你哥做的话，好像大了点哈。没关系，稍微改一改，给你爸爸穿啊。我这个就是做个实验，妈，你要是觉得还行，我明天就给爸做一件。好，太晚了，你赶快回去睡觉吧。行啊，那你们俩也早点睡吧啊。嗯，别忘了，回头啊抽空给你爸爸给你哥哥各做一件。啊，好，一人一件。嗯。淑蓉，你还挺有心的嘛。齐伟回来了，子博哥说帮他在机关单位找一个临时工的工作。我看他这两年啊也没有添过什么新衣服，特地给他做一件让他上班的时候穿。有一件事我一直纳闷呢，你看齐伟他又不是咱们海城人，为什么偏偏要是到咱们这儿来找工作呢？他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回去了也是一个人，再说他没有别的朋友，来我们这儿找我们也是理所应当的，我没觉得有问题啊。啊，那就好。那我先休息了啊。嗯。齐伟，你为什么还不离开海城？你难道不明白？这对我们三个人都是一种煎熬吗？对不起，我必须想办法让你离开。哎呀，这真是你做的？真的。哎，我说赵子博，你小子有两下子。说良心话，这玩意儿做的真不赖。主任啊，这是我特意给您儿子做的，小男孩都喜欢这玩意儿。是吗？给我儿子的。是啊。哎呦，那我可得谢谢你了。你别说，我之前呢在友谊商店看见过这种车，要想买它，得用外汇，还不一定买得着呢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主任，您太抬举我了。
您儿子要是喜欢，我再给他做个好的。我就爱好做这东西。真的吗？能加小人吗？这能能能。哎呦，厉害厉害。对了，主任，啊，我有点事儿想跟您汇报汇报。说什么事儿？我有个特别要好的哥们儿，啊，以前农场的时候认识的。这个呢，这人特别有能力，最近投奔我来了，想找个工作。不管干什么，只求有口饭吃。我听说咱单位正好缺一个临时工。哦，这样啊。行，哎，话说前面，我不是看在这车的份上啊。如果你的朋友呢不在乎编制，就让他先干干试试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主任，太谢谢您了。我就知道找您准好使。那我下午就让他来报道。行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朋友叫什么？哦，齐伟，整齐的齐，伟大的伟。什么？齐伟？啊，你等会儿。齐伟。这是我早上说的，你看看，不会是你那个朋友吧？说，回头给你好好改改呢。不用改，就这样一扣上就合适了。但是我第一天去上班见领导就穿得这么好看，这合适吗？第一天上班当然得穿得干净整洁了，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嘛。哎，一会儿子博哥来了，咱们可以好好谢谢人家。我不光要谢谢子博，我还要谢谢你。你当然得谢谢我，有好看衣服穿还能不谢我呀？哎，子博哥你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，齐伟，叔荣，事儿没办成。昨天不都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你们单位要找一个临时工的。是他突然间又不缺人了。怎么会说不缺就不缺了呢？不能是突然找别人了吧？可时间这么短，上哪儿找别人去啊？说的就是，我后来又去找领导，领导说，可能是的单位吧，所以我好像是听错了。你这都能听错啊？害我们空欢喜一场。齐伟，抱歉。没事儿，嗨，千万别当回事儿啊，这种事儿太正常了。这次没有工作找到，下次再找嘛，小事情啊。新梅，我陈果，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安置跑道了。真的？啊？哪个单位啊？那个修造厂。修造厂可是个好单位啊。对。哎呦，我们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这个算是好事多磨。哎，陈果，我今天早点下班回去给你做好吃的，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啊。行行行，行，那晚上回家见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哎。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货色，肯定很贵吧？赵会计，你也太厉害了！这两种布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只有靠手感才能知道哪块好，哪块不好。你摸都没摸一下，靠眼力看出来吧？不瞒你说啊，我这分辨高低好坏的眼力啊，一直都有。别说是货了，就算是人，我也一看一个准儿。
了这么些个菜呀！哎呦呵，成国的安置问题不是解决了吗？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。我这块心病啊，也总算去根儿了。我给你们做几个好菜啊！哎，妈，新梅，你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的，就是一个保卫干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保卫干事啊？负责保卫工作的。哈，这人家一听我是退伍军人，特高兴，还说呢，这个以前是保卫国家，现在是保卫工厂。可是当初退伍的时候不是说好了是按正科级待遇安排的吗？啊，是，是，这政策是政策，那不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吗？再说这正科级啊，现在都满员，领导说了，先让我从基层做起。行了行了，什么基层不基层的？那你还不如跟你妹妹一样去扫大街，那样够基层。新梅，我知道没能让你过上我说的那种甜的日子，我也挺内疚的。可有些事儿呢，不是我们现在能决定的，得慢慢来，啊，先把饭吃了。我不吃，被你气饱了。那个我都打听了，厂里边啊那几个科长都50多了，过两年就退休，他们一退休，我保证能当上科长。哎，你说我再不济，我这保卫干事也比扫大街的强吧？刚才吃饭，淑荣还问妈呢，说之前扫大街那活还缺不缺人？他有个朋友特想去，你说我再不济，总比他那朋友强吧？啊？牛春国，你真会比啊！啊，好的不比你，比差的还真跟扫大街的比啊！你不觉得丢人啊？你从部队裁下来了，你还好意思呀？堂堂一个军官变成一个看大门的，你倒是专业对口啊！你不嫌丢人，我嫌丢人。新梅，你看你，你什么你啊？我当初千里迢迢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找你，就是为了过今天这种生活。行，那你先把饭吃了。专门请假陪我去报道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跟我还这么见外，不许见外啊！齐磊，这个工作只是暂时的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一定能够找到更好。行，那我争取扫大街扫出个劳模来。齐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哦，淑荣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赵新梅。哎，东方，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齐磊回来了，还找到工作了呢。他回不回来，你告诉我干嘛呀？跟我又没有关系。哎，你说他的身份还好找工作呀？怎么着，你对他一点想法也没有了？我对一个劳改犯能有什么想法呀？是做大事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不留情面啊？我都已经结婚了，我对他还留什么情面呀？当时牛淑荣，可怜啊，对齐伟还是一往情深的呢。哎呀，你要是对齐伟没有想法也挺好的，这样淑荣和齐伟就能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。哎，走了啊。
又没戏了吗？什么呀？孙主任说了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。肯定心里有顾忌，对不对？怕别人认出来。我早有准备，来，先挂上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样啊，我给你捂严实了，肯定没人能够认出你。你就可以不用担心，好好的干活了。等会儿我给你这个弄好。好，转过来，等一下。多好，多严实啊！谢谢你啊。你谢我什么呀？我帮你，我愿一辈子都帮你啊。我要去上班去了。好，你去吧。看那新来的，有那么严实，脸都不敢露。不是，我们扫大街的就这么丢人？嫌丢人别来呀、啊！当国家干部不丢人，他当得上吗？你好好看看，我怎么感觉是跟放出来似的？嘘，我还真看得出来，有人给主任写过信，怀疑他是劳改犯。我说嘛，怎么看都不像个好人。哎，现在这些人也能来我们环卫局工作喽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赶紧干活吧。主任，哎呀，纪委啊，下班了。哎，怎么样？第一天干活不大习惯吗？挺好的。你有什么事吧？我听说有人给你写信了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小齐啊，人总会犯错的。毛主席说呢，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嘛。要好好工作，放下包袱，好吧？纪委，纪委，哎，哼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呢是想问一问你，你们单位为什么不要我？上回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听错了，我们单位吧，本来是有人写信举报我吧？没有没有，没有的事儿。你不会撒谎，跟我说实话。齐伟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说不定是有人急着紧。明白。行了，我没事了，你回吧。哎呀，没事，我知道了。Thank you.
下班了，今天要早下班啊？对啊。修容，我能走了。你今天怎么上午没来上班啊？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可千万别不让我知道啊！家里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家里的事儿最大，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的事儿，我劝你千万不要影响工作，免得被人说闲话。就算我现在是个坐办公室的人，也不一定帮得了你。我很好，不劳你惦记。你要是真的有心，就对我哥好一点，遇事少说两句，太争强好胜也不好。我哥为什么会落成这个田地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这都是命，谁知道命运会怎么安排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王美娟啊？以前多风光，可是现在呢？你知道吗？她的对象被安排到澡堂当搓澡工，还不如我们家牛成伯。现在我算是明白，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他过他最不想过的生活，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他过他最不想过的生活，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。还在修这破车啊，把它当个宝贝似的。要我说，你还不如走路去上班呢，骑这破车都不嫌丢人。这丢什么人呢？我跟你说，走路去那个修造厂啊，得半个多小时呢，你还是有个自行车方便。一提到上班你就来劲儿，要我说你那个破班啊，不上也罢。哎，懒得管你，爱修不修。我先去睡了。啊。我没有错，我没犯错，我立场没有问题。新梅，新梅，你赶紧去哄哄他妈去。别烦我。新梅，爸就听你的话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爸犯病吧？你不眼睁睁看着我从一个军人家属，现在变成一个看大门的人老婆了吗？那谁来帮我的呀？新梅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好不好？我一定努力，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。现在爸犯病了，爸就听你的话，我求求你，好不好？新梅，牛成国，我立场没有问题。你别这样，你们放开我！爸，我不起来，我不就不起来。芙蓉，你们还不要动我，你们放开我！爸，我要去战斗。不要动我，爸！放开我！爸，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苏荣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七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放开我！爸，你不要动我！爸，放开我！你们谁啊？先送去医院吧。干嘛动我去？好，爸，我们去医院，我们先去医院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要是有一天我赵新梅我死了，我看你去求谁？谁来管你爸？你们都闪开，闪开！这里是我的阵地，我宁可前进半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。爸，我来了，没事了啊。新梅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我就不怕了。不怕，我没有错，你可以给我作证，我这都是可以证明的。爸，您先休息。我没有错。没事没事，行了，安静安静安静。我没错，没错没错，爸，喝点热水啊。就没别人了啊！我在这儿，谁都不怕。我不怕，你来了我就不怕。我没有错。好了，安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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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好了，睡觉了啊，都晚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爸现在的病老是发作。没事。齐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都。我来找他。你找舒荣也要注意点时间，这都几点了？舒荣现在还没处对象，没嫁人呢，这传出去了对他影响不好。我们家规很严的。都走，我要睡觉，我要坚守阵地。都走。好了，都走，你们全走，走，离开，离开，我一个人在这里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白天再来找你。走吧，阿姨。我送你。哎，陈国，你管管你妹妹吧。这人。就是齐伟啊，是啊，就是那个劳改犯，刚从监狱里出来的。我让你妹小心点儿。先回去吧，先回对不起啊，齐伟，你也知道赵新梅她就是这样的。今天晚上谢谢你。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啊？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其实，该说谢谢的是我。我今天晚上来找你，就是为了来过来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你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谢谢啊。还有就是，你今天跟我说，你说你想帮我一辈子，是真的吗？当然啊。坐过牢，我是坐过牢的人，所以其实我挺自卑的。所以你下午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所以我现在想要认真的问你，你真的？是认真的吗？如果是，我就准备要开始追求你了，请你做好准备。没关系。这么快就回复我，我也希望你能够认真的想一想。我希望你给我的回复是经过你认真、慎重的考虑之后的一个回复，因为我会当真的。挺晚的了，我回了，明天见。Thank you.
你起来。哎呀，你刚要睡。起来。你管管你妹妹行不行啊？啊，你爸才刚犯完病，他就跟那个齐伟就出去那么晚才回来，啊，这像什么样子啊？要是爸再犯病怎么办呢？啊，家里不还有你呢吗？我跟你说呀，爸这个病还真得指望你。嗯，家里的老人都指望我。哎，家里头有什么好事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我呀？当初有机会进服装厂怎么就没想着我呀？那你不也凭自己的实力考进去了吗？是不是？是金子，迟早会发光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赵新梅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去的，可不是走后门进去的。第一名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名啊！哎，你别睡，我没说完。那你现在总算看出来是谁喜欢那个齐伟了吧？哼，我当初就跟你说过，是你妹上杆子喜欢人家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你看出来了？啊，那个新梅，那个齐伟他之前不是一直喜欢你吗？那他这回回来，他是……你想说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，齐伟他喜欢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他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想说我现在跟一个劳改犯还有任何联系吗？你这就是侮辱我！哎，你小点声。陈国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每天早出晚归上班养家的，我容易吗？回来我还得伺候你生病的老爸，还得顺着你那妹妹的脾气，我哪样做的不如你意了？是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他是以前，也跟我没有关系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没这个意思，我没怀疑你。你就是怀疑我。我告诉你，牛成国，要是夫妻之间连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，那这日子就别过了。你小点声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绝对信任你，好不好，新梅？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。那你以后还这么问我吗？你不问了，不问了。来，关灯，睡觉啊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你管管你妹妹啊！管她，管她，管她。你大个女孩不害臊吗？她啊，管管你妹妹。我给你做了个架子，哎，有那不好捡的垃圾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哎呀，子博哥，你太好了，你太优秀了！有了这个，我弯腰捡垃圾再也不费劲了。哎，你给齐伟做一个吧，他扫大街肯定比我扫工厂辛苦多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好吧。哎。哇，齐伟，你这是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太好看了！不是你弄这么大阵势，是想被园林局给调走吗？你看，你不知道了不是？初柔啊，最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了。那我现在坐这么一辆花车，每天接她上下班，给她保驾护航。你说她该有多开心？就是有点太大张旗鼓了，我怕别人说闲话。可是这花真的很好看，我特别喜欢。喜欢就行了。你管谁说闲话干什么呢？谁说闲话，说明谁过得不幸福。那既然人家过得不幸福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善良一点，给人家一个发泄的渠道，让别人说点闲话呢？对不对？这才善良嘛。那咱们走。走。那我们走吧。哥，子博哥，再见。慢点啊。我扶你上车。不要走，快点。走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哎，这就是哗众取宠嘛！那什么东西放进垃圾车里，那不就是垃圾吗？行了，上班了，走。你怎么没送过花？你不就是一朵鲜花吗？是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那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，做得挺好的。哎，你哥真是。送你进去，夏姐真好。
晚上我再接你下班。嗯，好，走了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加班你有困难，会不会影响你约会？你不就希望这样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没事的，我可以加班。那就好。你看我们俩现在工作岗位不一样，我也特别希望你能理解我在我这个岗位上的苦衷，好吗？没别的事了吧？那我去扫地。啊，来来，你坐坐坐，哎哎，看看看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捡的，你呢，心灵手巧的，你帮我把它攒个玩意儿。不是你坐，你坐它干嘛呀？你说，新梅自从跟了我吧，就没少吃苦，好不容易回老家了，这日子还让我过成这样。之前我不是给新梅刻过那小木头人吗？但也不能总刻人啊。再说我刻的也不怎么样，我就想给她弄个新鲜玩意儿。春姑，你可真够有心的。但你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能哄女孩开心，要不然我怎么？啊？上回啊，你给我们主任孩子做了个玩意儿，还剩了点东西。你呀，你都甭管了，我就给你做个好玩的不就完了吗？行行行。妈，你先坐着。知道你对我妹的心意，可是我觉得吧，你跟新梅的性格啊，这两个人就倒了个个儿。你看新梅当初下那么大雨到哨所来找我，什么精神？
惊天动地啊。你看你这么多年一直守着我妹，守了这么多年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在兵家上你这就犯了大忌了，你现在让齐伟抢了先机了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齐伟对书中这态度的转变，以前书中追的连理都不理，现在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高调，这里边有事儿。我觉得这有什么奇怪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我跟你说，这女人，当然我也不是十分了解女人，不过我觉得啊，只要有个男人对这女人关心，对她好，那这女人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。哎呀，今天下雨了。这么好天，说下就下，真是。新梅没带伞，我得去接她去，帮我弄了啊。行行啊。赵会计啊，你们家那位也太会心疼人了。还行吧，他一直就这样关心我。哎呀，真羡慕死了。新梅，陈国，陈国，哎，你来了，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，我走了啊。这么自私。